杂粮基金类的争议，隔壁棚自己不管自己，不到一岁就取得居零地的问题，你讲不到一岁就取得居零地，你是在讲黄国昌有？啊，你们明仔直接讲出来，你爱我讲，哦，你不敢害呢，你安尼哦。反而打杂粮基金类打得很凶，最近更高举公平正义举办游行，蹭爆声量。但身边很多朋友都信他那一套，啊，你唔知阿东你就信啦，啊，怎样你就袂信啦，真侪就是安尼嘛，所以民调才会暴跌啊。我今麦打怎样好友一律歪信你啊，大概怎样柯文哲啊，马博山还行，对不？究竟我们支持的绿营蓝的回应还是？有什么猫腻啊，不是懒得回应啊，不是很多人有回应啊。啊，我们全国第一用昨天也有讨论，我们的十点到十一点半的节目啊，你一定哦，跟他看勇哥跟你讲，你无看全国第一用，爱看全国第一用，我们就讨论了。